优酷了不起，舞社官宣苏有朋、王菲菲等加盟，展现起舞魅力。了不起，舞社正式官宣艺人阵容，社长苏有朋和主理人王菲菲、程潇、李永钦、Tan 赞多齐聚舞社，与观众一同见证近60位队员在舞社的生活和成长。节目打出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了不起的 slogan， 意在希望队员以舞社为载体，通过协作赢取团体荣誉。王菲菲一直以来以强大的舞蹈实力获得了观众的认可，与王菲菲不同的是，程潇风格更加柔软百变，相信程潇会为节目带来一股不一样的清新之风。另一位主理人李永钦 Tan 的才华则不仅体现在跳舞上，更体现在对舞蹈的编排能力。赞多此次也将担任主理人，擅长多个舞种的他，每每表现都能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。社长和主理人们将在舞社中与队员们贴心交流，在舞蹈与表演等多个维度帮助他们成长。